在医疗事业发展的今天，医院的医疗环境安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，因此医院公共区域的消毒尤为重要。医院护士站内、门把手、扶手、办公用品和空气中存在大量病毒和细菌，造成医护人员和患者的交叉感染，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。伊达空气注重为医护人员创造一个优雅、舒适、纯净、安全的工作环境，让医护人员舒适，让患者安心。伊达空气等离子空气消毒机在开启工作时，每立方厘米产生数以百万计的正负离子群，能瞬间击穿病毒的蛋白质结构，消灭空气中和物体表面存在的各种病毒和细菌，并且对人体无害，达到人机共存，让空气回归洁净清新。更多的产品与应用，请登录官网查看或与我们联系。